哎呀，今儿这下地干活挣了不少钱，哎呀，累坏我了。看看挣了多少钱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挣了这么多钱呢，好几百呢。哦，哎呀，下馆子。哎呀，嗯，真好吃。哎呀，这水肉就是炒肉嘛！老板，水肉。嘿嘿嘿。啊！快点！老板，老板，水肉，水肉。你要吃啥呀？不是，我说老板，我在你这儿吃个饭。手，给他整一碗水手呀。那你赶紧给人家弄去啊。那水手能吃吗？那有啥呀？你把这抹布洗洗啊，然后放点清水啊，然后再放点两片菜叶子，然后给他上上去。快去呀，等啥呀？老板，水手，水手嘛，快点。真是的，这。别的水手就这么大呢，这就是块抹布，让我怎么吃啊？这我们这儿的水手啊，就是抹布，你慢用啊。这是水手，那就不垫了。咦，这大爷真有意思。哎呀，霞霞呀！哎，房东呀，来坐坐坐。哎，坐就不坐了，今儿啊收房租啊。收房租呀？对。哎，行行。哎呀，房租这个是800，下个月主动点交到我家里，要不然我每天催，每天催，催什么催？真是的。哎，好嘞，你们慢走啊。哎呀，霞霞呀。这天儿挺冷的，你咋坐外边了呢？房东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呀就喜欢在外面坐着看风景。您今儿来是干啥呢？你看你，揣着明白，装糊涂不是？今儿到日子了，该交房租了。房租呀，哎，都准备好了。那个什么呢？由于呢物价呢飞涨，咱们这个房租呢也得相应的往上调一调。也不多，每个月呢只加300块钱。300？哎，那行吧行吧。您拿着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啊，行，再见哈。哎，霞霞，在屋扫院呢。哎，对。哎，霞霞，你看这现在那天儿挺冷的，你看我都穿这么厚的大衣了。你说你不冷啊？多穿点啊，一定要，千万呢别感冒了。现在呀流行流感啊，别再给传染了。还有那个什么家里那暖气行不行？热乎不？暖气啊，挺暖和的，挺暖和的。房东。突然这么关心我，肯定没啥好事啊。家里暖和呀就行。您这回来是收房租来了吧？我呀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啊。您拿着拿着。不急，钱掉了。哦，掉了一张了呀。来来，给你。哎呀，其实我今儿呢来是想跟你说个啥事儿呢。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最近呀我这手头啊有点紧。然后呢房租呢咱们再追加500块钱每个月。500呀？对。那行吧。咱们呢现在呢房租呢是1600啊。完了呀，又有什么事呢？
随时给我打电话 call 我，知道不？然后呢，你就先慢慢扫院子，我呢就先走了啊，不用出来送我了啊。慢走啊。这真是服了。哎呀，250号病人，你在这干啥呀？看不到吗？钓鱼呀。不是，你这咋钓鱼呀？你这能钓起来不？我看到了呀，里边有水呀，这有水肯定有鱼，对不？哎，那咱呢先放过这个桶和这个水，咱先不说啊，咱就说这个杆，就前面挂那鱼食儿。为什么是直的呀？能钓着鱼不？晕死！我呢，从小有个梦想，要成为像姜太公一样的人。他钓鱼呢，就是愿者上钩，那钩呀，就是直的，不是弯的啊。那有几条自愿上钩的呀？看不到吗？盆是空的。原来如此呀。啊！哎，等等，你这扔的这是啥呀？这都不知道吗？这是钱。啊！那你把钱扔在水里干啥呀？这钱扔到水里，这个鱼呢就会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吃的，它吃饱了。花完钱他就会回来，然后我就能钓到他了，是不？行，那好吧，祝你成功啊。那又来了呢，看不见吗？来钓鱼呀、啊！你昨个不是才钓过吗？咋今儿个又来了呢？嘘、啊，我昨天呢没钓到鱼。再说了，我昨天给他们扔的是假钱，他们今天呢肯定回来找我的。自个儿钓吧。哎呀，250号病人，你在这干啥呀？看不到吗？钓鱼呀。不是，你这咋钓鱼呀？你这能钓起来不？我看到了呀，里边有水呀，这有水肯定有鱼，对不？哎，那咱呢先放过这个桶和这个水，咱先不说啊，咱就说这个杆，就前面挂那鱼食儿，为什么是直的呀？能钓着鱼不？晕死！我呢，从小有个梦想，要成为像姜太公一样的人。他钓鱼呢，就是愿者上钩，那钩呀，就是直的，不是弯的啊。那有几条自愿上钩的呀？看不到吗？盆是空的。原来如此呀。啊，哎，等等，你这扔的这是啥呀？这都不知道吗？这是钱。啊，那你把钱扔在水里干啥呀？这钱扔到水里，这个鱼呢就会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吃的，它吃饱了，花完钱它就会回来，然后我就能钓到它了，是不？行，那好吧，祝你成功啊。
哎，那又来了呢？看不见呢，来钓鱼呀！你昨个不是才钓过吗？咋今儿个又来了呢？嘘、啊，我昨天呢没钓到鱼。再说了，我昨天给他们扔的是假钱，他们今天呢肯定回来找我的。你自个儿钓吧。